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c， 我们开始吧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群？对，有没有看到这一群？这一群，这一群，这一群，对，这个是 HTM 华泰中基，我们今天要稍微小跑一段。目的地是在雾台。那今天的天气状况看一下。雨水机了。这边没有。有一点小下雨，所以在骑车的过程中都必须要注意，因为路况有时候我们也是很难预测，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。那今天我们出去的车子很特别，几乎大家都是骑重机。有没有看到？重机。总机，只有这一台是我的 KRV， 顺便测试一些东西。总机 MP09， 哦 ，MP09， 走 ，MP09， 哦 ，MP09。我们会小跑一段，出去玩乐一下。那我们跟车队出去玩的时候都要注意安全。那主要目的是去雾台走走以外，很重要的是这里，我们有装那个 HK Motor 的传动。也会顺便测试一下，等大家全部到齐后，我们就会出发。我们还有一台车，这台，体力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跑。这台车我们有稍微测试一下，好，有小小调整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台体力已经有改了，改了什么？刹车、碟盘，然后二模轮胎，整个安全系统都提高了，它是前后轮都是二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那再来就是这个避震器还没换，前面避震器也还没换，一切都是在等厂商套件。ARN 骑起来还不错，改天我们再用一集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有什么样的奥妙啊！我们会接整段气来看。好，等大家到齐，我们就要出发了，就先这样子喽。A few moments later.Feel nauseous, believe me. Never had a lot of shit come easy. Had to work hard, struggle just to be me. Had to rise up just so they could see me. Did what I had to do just to feed me. And what was left over I put towards my dreaming. But the only thing in life that has meaning are the things you gotta work for, believe me.Take into your hands a plan. Your own hands can land your own brand. And damn, I feel like no one takes accountability. They want the credibility, convincingly unwilling to put in the hours it takes to get some power. Don't be f***ing sour. Take a cold shower. Scream until you're louder. Work until you're prouder. And f*** all the doubters. They're just your downers. I swear to God they all let me down. I always fought just to wear the crown. I'm f***ingOff at these f***ing clowns. Hoover up top, they deserve an ounce. It'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. It's only worth it if you work for it. I won't stop till they hear me now. I won't stop till I wear the crown.
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到了雾台山友服务站。好，我们要做登记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进去里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次跟 HTN 华泰中汽一起跑雾台，其实有一种小车被大车保护的感觉。一路上都会用群组来报平安，前导车也会告知路况。说真的，你只要安心跟着跑就对了。而且跟他们跑很好玩，群组对话内容有很多欢乐，一边看着美丽的风景，一边耳机还会听到很多干话。一群人骑车玩车，要的就是快乐，享受这之中的乐趣。雾台其实很好跑，虽然路面会有很多沙土跟落叶，但前导车都会告知，因此按照路线跟着跑就好了。所以跟这类型的车队出去，你可以很享受骑车吹风的感觉，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很美丽的风景，漂亮吧？台湾真的很美，环岛一次都不够，因为你会看到不同地区的人情味。当然来到这个地方也是要给它跑一下，别小看 MT-03 的实力，车子很轻，又是双缸，妹子又轻，出弯补个油门，这个就是差距，你根本就追不到它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很难追他。不过 KRV 真的很适合跑山。认真说一句话，原厂只有设定 172cc， 其实很可惜。如果今天把引擎用到190到200cc， 钢桶再采用 VVCS， 这台车骑起来一定会跟现在完完全全不一样。低速扭力够，高速延伸也很棒，而且190到200cc。对于这台引擎本体，我认为也是很刚好。希望有一天我想不开，再来规划引擎升级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刚刚跑了一小段山路，刚刚这一段很好玩。我刚刚是跟这台后面，燕子在这里。嗨。流量密码。流量密码。这边都流量密码。燕子骑车很厉害，跟在他后面不错。然后我们稍微讲一下。HK Moto 的传动设定，目前 HK Moto 它的设定给我感觉还不错，跑山路还蛮有力的。我认为应该是磨合还没有磨合完，那等磨合完后，我们会适当再去调整。刚刚整条路我们这样子测试下来 ，HK Moto 完全没有热衰。一般来讲，跑这样子的话，应该都会热衰了。我们跟华泰重机一起出来跑，还蛮好玩的。我发现哦。不应该跟重机的人出来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会害我买重机。可以啊。会入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重机有一个好处，可以挡煞。啊，我们速克达没有办法一直挡煞，有挡煞差，要一直刹车，一直刹车，几乎都挡煞就好了。我们速克达就是拼命的按刹车，拼命按刹车，按到最后会怎样？刹车就过热，按到这样，迷之音这样子，哎呀，加成你自己，对，刹一直刹一直刹一直刹，华泰之手，好啦，真的啦，跟他们跑、喔，会不小心就入坑了。好久，我都腿筋都被折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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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来到了摩凯咖啡休息一下，吃个饭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离开雾台，小跑一下，还蛮好玩的。HTM 华泰重机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小跑，那有兴趣的车友们，你们都可以跟他们一起跑，而且他们在跑的时候。都是一定会注意安全，就是一定要安全的出去，全部都要安全的回来。HTM 华泰重机的大家长，他都会顾好大家，包含 Vic 我也是会顾好大家的，因为毕竟带队出去跑都是有责任的。确定了。那我们几个主持啊，五个主持。吃个好吃的。
吃满，吃好吃满，吃到吐。然后等一下骑到车的时候就在旁边先吐一会，吃太饱了。华泰重机每一位车友都不错，赵燕、铁涛、燕子，对，燕子，燕子骑车很屌哎、欸，真的。他们比较厉害，女杀手，女杀手啦。这一区是很会骑的，没有哦，我没干桥，我没干桥，骑到我都追不到。尤其是这一台，我没干起啊！这个刚签那一台 Suzuki 那一台哦，真的是要死我！我都骑二十而已。好，我们先来吃个饭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我们要下山 ，OK， 就先这样子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真的是，这个是假丑拜，假丑拜，这个我吃完，等一下我一定会吐。看不到我在旁边吐的话，记得要帮我录音起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准备出发，可以看天气，要下雨，所以现在大家在准备中，准备回程。今天小跑一段，还蛮好玩的。就先这样子哦。刚刚有一位车友骑车的时候被蜜蜂扎到，现在正在紧急处理中。我们是快乐出游，但一定要平平安安。现在先赶快帮他做一些处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帮铁头处理一下，因为被蜜蜂蛰到，好险！卫生所有人值班。出外旅行就是这样子，安全要第一。还有帮你要擦药嘛，对不对？要叫医生。哦，他还有叫医生来看。我们要平安的出门，平安的回家。出游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帮铁头处理了一下，然后卫生所这里就是帮他打个针消肿，就是过敏的。好家在医生有在场，对。那现在有拿一些药，但是也是要慢慢骑回去。安全第一，可以吗？我垫后啦，等一下我垫后啊，我可以垫后啊，没关系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出发，一路上安全。等一下他们在上面也要跟他们讲一下，哎呀、啊，我们出发，出游就是这样。都是要以安全为优先，特别是车队出游，我们要求一定要安全回到家。车队骑车真的不要有英雄主义，因为车队就是生命共同体。回程虽然天公不作美，下了一场超大的雨，但没有浇熄我们热爱骑车的心情，因为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，就享受三天给你的礼物，凉爽一下。只是在雨天骑车都要比平常更注意路况，车速要放慢，不要抢快，不要逞强，安全第一。这次真的很感谢 HTM 华泰重机举办一个入坑小跑，跑了这趟雾台会让我有一股冲动想要明年再来执行这计划吧。最后感谢雾台的追焦手把我们骑车帅照拍起来，这趟旅程充满很多惊险，但也很多欢乐，人生不就是如此吗？最后，我们是 HTM 华泰重机，耶！